股票致富可以不凭运气，只要用对方法，跟对人，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。您准备好了吗？就让股市战将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。欢迎收听股市战将，华信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讲，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。欢迎收听 News 98新闻台，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，我是桂花，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华信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。和彦老师您好。桂花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和彦。哇，昨天晚上美股大跌，尤其是飞半大跌了3.3%。今天台北股市是开低，最终小涨了3点，指数来到了15374，成交量是2156亿。接下来选股布局应该怎么操作？请教一下何燕老师。好的，美国昨天跌的比较多一点，啊，那已经博爱考情啊，对，是美国才跌一天而已，我们跌几天了？哦，跌了我们上礼拜跌掉4天。嗯，这礼拜又跌掉2天，今天加起来是第3天，那加上上礼拜的4天，但已经跌6天去啊，给你跌7天啊，人美国嘛才跌头一天而已啊，是啊，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，我们已经领先跌在前面了。是，你看今天台北股市又跌86点之后，哎，不然你有起来啊？我今天早盘在跌的时候，就跟会员讲了，快跌完咯，尤其很多股票已经跌很深的，摸个台阶啊，哦，买盘已经开始回流了。管跟会员讲完之后，下半场，尤其从12点过后，整个大翻身，一度指数涨27点，收盘小涨3点。今天这波你爱金足听，嗯，啊，今天节目很重要，我会把一些重要的东西跟大家做分享，你仔细听，你才不会做错掉。昨天台北股市融资大减30亿，我预告了嘛，对不对？涨楼能霸规定，我说昨天90%的股票都跌，外资卖202亿，我昨天预告融资至少减30亿，因为投资人会吓到。那你那时候吓到就太慢啦，我早就提醒你们了。MACD 高档出现背离，还记得不？我顶礼拜就讲啊 ，MACD 高档出现背离。涨高的股票跟造跟造，嗯，涨高的股票都会修正。你看最近台华熊，我还有把20档业绩最差、炒作最高的股票弄上林啊。那张表格里面的20档个股最近跌最重，嗯，啊，最近跌最重，你有拿到的，我希望你都有避开啊。那昨天美国股市跌的比较多一些，欧洲昨天还是很强。美国昨天道琼跌了344点。纳达克跌了1.97%，费城半导体跌了3.3%。昨天欧洲股市还是很稳，德国涨8点，法国跌0.5%，英国跌0.2%。法国、英国、德国目前都还在历史高点，所以欧洲股市不赖。美国下来是因为个股的问题。你看昨天美国股市跌比较重的，有一家公司跌最重了，第一共和银行。第一共和银行在3月份已经发生挤兑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但他们斗起嘛。那昨天公司特别发布，3月份的时候挤兑的时候，被人家提走了大概1000亿美元了。哇！哇，1000亿美元多少啊？真的，1000亿美元大概就要多少？30倍，这是台币啊，对不对？嗯。一千亿美元大概就要3兆啊。嗯。3兆台币啊。所以昨天那个消息一讲完之后，第一共和银行昨天一天跌了49.9%，49.9%的腰斩啊。嗯。那其实昨天腰斩很恐怖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。其实已经没什么了。嗯。为什么没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2月2号的时候，第一共和银行还有147美元，昨天跌50%，是跌掉7块钱，原本13块。哦，原本13块，那跌掉一半，跌了快7块钱。可是跟2月份当时的147比较起来，已经剩尾数而已啊。所以你感觉它跌50%，事实上它只跌2月2号147块钱的尾数而已。炸得已经破了，不知对打去啊。离个147块，现在剩7块银，安有恐怖啊？嗯。
啊，所以美国那种没有涨跌幅的那个才是恐怖啊，真的。那今天台湾是有涨跌幅，所以你还风险还有点保障。那哪天如果台湾也取消涨跌幅怎么办？卖空不可能，很多事情你认为不可能它都会发生，所以任何股票在操作的时候停损停利一定爱护，不然如果像美国那种没有涨跌幅的，还请人家刚的破产体，对，一天就破产了。你看上个礼拜特斯拉发布财报，当天也跌掉9.8%， AT&T 发布财报一天也跌掉10%。那特斯拉这一次217跌到158，特斯拉还没播，电动车一定会被拖累嘛，更何况80%的零件都是台湾供应的，所以最近电动车概念股每一档都跌好重啊。你看同心电从240现在剩下160，跌掉80块钱啊，跌掉80块钱啊。你看我们茂联，那279卖，卖完他等于提，再等于提钱，紧走哦。对，你看今天250，哎，对应好不？嗯，还要走得快。240买通知你，卖掉279也通知你。嗯，但今天茂联涨了5块钱呢、啊，啊，寡亲吗？贵块当 Q 再登来，我心里有个数啊，我还没买啊。嗯，等到买点到，我会接回来。台办。你看82块跟您说的起到114块，咱111块卖掉，卖掉我也跟您说啊，今天台办剩多少？台办今天剩下89，咱111块卖，现在剩89块。台办今天是开始走高了，收盘起高高啊，起高高也是92块而已，咱111块卖也很好的啊。台办几块会当 Q 到回来？电动车后面十年10倍数的利润，10倍数的行情，可是不是死爆活爆，行情一定是大涨修正，再涨再修正，不断的涨不断的修正，一波接着一波。所以你应该是低档买，涨高卖。等下一次再蹲下来再买，然后拉高再卖，这样一波一波，未来十年你这样一段一段做，搞不好加总起来赚个8倍10倍，机会很高啊。嗯。可是你如果都不会卖，抱上去又抱下来，抱上去又抱下来，这样心中爱有够力的，好，不然你光是下来的时候就把你吓得半死了。对。啊，后边你又抱未住，你又赚不多少钱啊。嗯。所以电动车。接下来可以买的时候我再带你买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急，尤其台办跟茂联规划一张 Q 都等来，等价格到我就会带你买回来了。你看今天台积电499啊，但518不会，好不好？是的，我要给大家提醒啊。嗯，你看从我518卖，外资还一直说好哦好哦，财报发布内容好哦，我说不对啦，公司都讲第二季会衰退了，台积电历年第二季虽然在淡季，可是营收都会比第一季高。这一次公司说第二季会衰退，比第一季衰退，啊，没那好。外资当然是跟你说好啊，今年外资买台积电买了30万张，买了1500亿，伊要不会造嘛？嗯，啊，伊要不会造。他然后可能讲不好啊，是，他当然讲好哦，好哦，非常好，你们赶快来，我卖给你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你莫听我做的啦，你也听我。嗯，外资说好，我说赶快跑，咱518卖掉，今天存491块，哦，你一来一回，都差27块去呀。嗯，27块一张27000，十张27000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咱认真，35块一路讲啊，54块。我嘛，跟你讲，51块袂使破，51块破要紧走。啊，你也无走，还剩48块啊，安是毋真可惜？是。咱日月光72块、73块一路一直做，上悬起啊114块，咱无卖上悬，可是106块破咱就卖掉啊。我嘛，跟你讲啊，106破
该走了该走了。今天日月光盛99.2元啊，高的高口里啊，那虽然不是买上高呢，也是卖在相对高点啊，是不是？买在相对低档，卖在相对高点，50%起落地啊，真好啊，咱拢是安尼做的啊。这边200个盘上深，咱743元卖掉，我来恁讲啊，唔对啊哦，外资人画到800几元，人画到900几元。唔对啊，唔好听外资的。我743元，我卖掉啊。恁大家爱说你，你看今天联发科638，638，我们卖743，足差100元，足差100元。哎，100元，我做一张100万块呢。是，有些资金部位比较大的，买个10张都100万起啊呢，对，都100万起啊呢。所以股票该买你也会买，买来咱搁顶起就好啊嘛，对不对？那有些股票倍比还很低的，就免惊伊嘛。你看我总泰就是没卖啊，我嘛等于讲我总泰无卖啊。咱40块买了，上只起啊50块，咱无卖。今日总泰嘛是搁起4角啊，今日总泰48.6元，大盘这边对15970点。算下来，今天给你上个15200几点，大盘落700点，总泰嘛才落1块尔，也不过才跌1块多而已，所以免惊。好的公司，咱买底部的，卖落咱就免惊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管该走爱走嘛，双红105、106，跟恁讲的，起啊二啊六，起啊二啊五，一张赚10万块啊，会使卖啊嘛。不要跟他舍不得嘛，今天双红是还涨2块啦，可是也剩下229而已啊，嘛是落来30块进去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，涨高该卖要会卖，卖了之后等他蹲下来，我们再找底部的股票过来买的后啊，像我们这种会买底部的，你要赚个30%、50%。真轻松的啦，机会卖真多滴个。这个盘敢真正遐尼歹，唔好安尼想哦。等一下我会教你强势股的选股法。我顶礼拜的零工用空单保护多单，对不对？对。或是一只盘遐尼紧，有的股票已经博完啦，有的股票已经博完啦，你唔好过去抬价。你把大盘跟国际盘比较看看。现在欧洲还在历史高点，也袂落。美国昨天才跌第一天，咱已经跌6天，含今日跌7天啊。我们已经来到几乎快到年线了。现在全球股市没有人破年线，大家都在年线之上，而且佫离年线就很远。我们已经率先回来年线了，所以咱已经是安那，已经是跌过头啊。啊，既然跌过头，有的股票已经跌深的，唔好去抬价啊，听好不好？嗯。该卖顶礼拜我叫你卖去啊啦。是。你即马该要卖就上班去啊。我先跟会员讲，有些个股买点已经出现了，准备开始买股票了。我们今天盘中已经买了4档股票。哦，是。我们今日盘中探到的时候已经买4支股票啊。嗯。可是不是乱买，因为现在财报正在发布，每只股票的走势步调不一样。你该怎么样去挑即将要开始上涨的股票？我等一下第二段我会教你一个比较级的方法。嗯，怎么样叫做比较级的方法？看下第二段你用心听。是，啊，不上简单呢，林和燕带你买。上礼拜叫你赶快退，背离出现，连跌6天之后，我们今天开始带会员捡便宜了。嗯，啊，所以我带你买上简单的啦，利用我们现在一季的费用。一起赚一整年的活动，跟上你的脚步，打量进来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会卖股票的老师才是高手哦。何燕老师有买有卖，带你获利放口袋。想要复制联发科、台积电、日月光还有茂联台办的成功模式，赶快跟着何燕老师一起来布局底部绩优起涨股。何燕老师的单股周周发，短线带你做价差，搭配长线做波段，让你赚取30%到50%的大获利哦。想要进一步了解内容，可以利用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。哎，别走开，还有好听的广告。
好的，听众朋友，何燕老师坚持只做底部绩优起涨股，我们一定要在行情发动之前先卡位，才能够领先市场。认同老师的操作，欢迎你利用我们一加三的特别优惠活动跟上脚步，只要一季的费用服务你到年底，真的是非常的划算。欢迎你来电报名抢优惠，02-239-23988，02-239-23988，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，行情是不等人的哦，02-239-23988。另外，在股票操作上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沟通的话，也欢迎你加入何燕老师 LINE 以及 Telegram 账号 ，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PRO888， 小老鼠 PRO888。Telegram 账号是 PRO 5个8。持续回到节目当中，邀请陪伴大家的是华信投顾的林和燕老师。个股表现，选股才是获利的关键。接下来和燕老师要告诉我们用比较级的选股法来挑选好的股票，请教一下老师。好的，丁雷百指数出现高档背离，林和燕提醒你，气管的拢紧走，拢紧买，卖丢毒。你看连今天第七天大盘从15974今天跌到15284，刚才七刚拔掉7-8点，今天开低走高，今天629家涨，239家跌，你不要今天看今天指数涨3点啊，今天是60%到70%的股票都涨了，开低都上来了。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讲过，欧洲现在还在历史高点，美国才跌一天而已，我们连跌6天，那你铁渣不阿迪耶，我们打回接近年线，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股市来年线的，大概离年线能够就很哎，所以台北股市领先跌，跌过头，跌过头，我们整体来说只是个大区间，低档年线15001会成底部，高档16000点暂时不会破。虽然你跌就8点来的 ，kiki 楼楼 kiki 楼楼，指数只是个大区间。你如果避开最近下杀这700点，啊，已经不要玩啦，你可以抬给了无意义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个股有些刚从高点要下来的，刚从高点要下来，你就要避开。那想要买股票，现在是机会。啊，你别扯什么股票。现在你把大盘跟个股比较，我教你一个方法，我教你们一个方法，加权指数这一次2月出一个高点15669，3月第二高点15879，4月再来第三个高点15973，个股有的在2月见高点就下来了，有的3月见高点就下来了，那很多跟大盘同步在4月上旬见高点下来，如果是4月见高点下来的，那个大盘是刚波的，那个主力才刚在撤退而已。所以如果4月见高点下来的股票，最近白熊青都压股票，四个尽管垫不了一路抬落来，那个因为主力正在撤退，所以这种股票都是有反弹袂使买，听好不好？所以很简单，你把个股跟大盘同步比较，个股如果从4月才开始起跌的，那种股票端起来主力他们还没撤退完，端起来他们能够造，所以那种股票不可以买，4月起跌的股票不可以买。那如果是3月就开始跌，很多对3月吹就跌到现在，大盘到跌6天，那种股票已经跌2个月了，那种股票跌2个月业绩又不错，本益比又在10倍以下，甚至于采高配息又有高殖利率，那种股票就可以买，是听到吗？所以这种话很简单，个股跟大盘比较，四月起跌的不能碰，因为主力正在撤退。3月起跌已经盘两个月这赛，如果业绩也是好成绩的，你看今天有一档3265，台新科。台新科，台新科在3月8号的时候就见高点了，然后大盘还在创高，它就一路下来了。是不是三月初见高点跌2个月的台新科今天涨停板呢？是。哦，像这种3月初见高点下来的股票，有真多机哦，有真多机，尤其北比在10倍以下的，遐股票这两天紧扣，你也唔知道我带你买。
啊，上好是倒一种，你知道？上好是二月就见关点。哇，是的，已经跌三个月。二月初就见高点，一路跌，已经跌三个月。那如果三月跟第一季获利还创高的，啊，我搁跌过头，获利创高，领先大盘跌了三个月，这种股票较少。可是你也找有这种股票上涨，听好不？所以大盘不要去乱杀低，个股有个股的走势没有错。你用我教你这种方法很简单，个股跟大盘比，大盘二月、三月、四月各见一个高点，那四月见最高开始起跌，个股如果跟大盘同步都在四月才跌的，那股票不好去堆。单起来你也有单起来紧走，是，你可以锁定三月初见高点跌两个月的股票，尤其赚大钱，倍比十倍以下的，这种股票真好。啊，上好就是二月初就见高点，博三个月啊。尤其获利又创新高，这种股票上赞，因为已经跌了三个月，筹码已经沉淀了，所以再来换这种股票，休三个月了，底部顶来。还听好不好？是。那这个行情不要再乱杀低了，尤其刚才所讲的二月见高点跟三月见高点，已经换两个月、三个月的股票，这两天紧扣，无人来愿揣扣。是。用现在我们一季费用赚一整年的活动，跟上你的脚步。好的，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以及分析。老师分析的这些个股，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留意。进出的部分有老师的讯息在手，一定会有很好的帮助。何燕老师刚刚介绍了个股和大盘比较级的选股，四月开始起跌的股票就千万不能碰，但是二月以及三月超跌的股票，获利是创新高了，就可以从中来挑选。认同老师的操作，赶快跟着何燕老师一起来上车布局底部绩优起涨股，让我们一起来复制联发科、台积电、日月光还有旺系的成功模式哦。想要进一步了解内容，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。时间的关系，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感谢华信投顾的林和燕老师。老师谢谢您，老师谢谢您。好，祝大家操作顺利。嘿，别走开，还有好听的广告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手上的股票不对，一定要换股来操作，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我们一定要跟对老师，选对股票，因为趋势做对做错真的会差很多。何燕老师的单股周周发，短线带你做价差，搭配长线做波段，让你操作更灵活。想要赚取 30% 到 50% 的大获利，欢迎你利用我们1+3的特别优惠活动跟上脚步，只要一季的费用，服务你到年底。欢迎你来电报名抢优惠，02-239-23988，02-239-23988，行情是不等人的，赶快把握机会，02-239-23988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